小学校，让压力可以开开心心的上学。谢谢你，再跟大家说声拜拜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第四个，哇，是可爱的太空人小朋友哎，好好，来跟着我一起变球漫步到前面来吧。好可爱的太空人哦，他要常常带着我们的小鸭子一起到太空去探险。你们准备